他呢跑过来抢我的松子吃，然后我发现他剥了以后会犹豫一下，然后我就趁机把你抢走了。世上唯一不变，是人都善变，路过人间，爱都有期限，天可恋见。现在状态还挺好的，腹水那块可能是稍微有一点问题，需要做手术。他给我摆回去，一般都是他打我，不过我打他。我妈咪玩嘛，然后我可能打了有点重，所以就说那个人狠狠地瞪了我一下。还没开始下就已经抖成这个样子了，他就觉得有点想笑，然后又不忍心下手。就是他很喜欢躲在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，然后又看不见，突然出现吓你一跳。我反正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跑得很激动很快，拉不住他就给他这样拎着走了。他40多斤了。这也太吓毛了。想到的这个金毛一直都是比较聪明的，那柯基养了一年多，它平时也不会什么技能，也不会听什么口令，就比较蠢萌的那种。这肯定不是我男朋友，一看就是我家的狗。我就跟我男朋友打电话让他过来接我，结果我看过来的灯光它不对，它没有朝着我，朝着地下晃一晃的。旁边有一只小狗嘛，然后我就看它看着我，它妈妈碰我了，它叫两声，然后我腰间阳光后面又来了，自己在路上遇来了。